那个要管啊！你别清醒，你再过来啊！我邱彦博去，别乱破完吗？浑身酒气，蹲在派出所门口，朝远景大声咆哮，甚至出拳打警察。只见他突然来一记左勾拳，就往远景左脸飞去，大兵警力一涌而上，瞬间压制嫌犯。孟长刚被打一拳，刚好直接录到。 开炸了！警察，大人等等！事发在新北板桥，嫌犯喝得醉醺醺，蹲在普贤派出所，说手机不见要报案，远景要他回家休息，不要在门口抽烟。嫌犯不听劝，失控挥拳殴警，法官依照妨害公务伤害罪判处拘役14天。当然表示其手机疑似预报案，同仁上前关切时，发现其身上凝醉有强烈的酒味。 喝酒狂欢，手机不见，想到要找警察，也变成失控袭警，手机还没找到，自己先吃上官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